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的拼图，应该在。姐姐对拼图还真有兴趣，竟然能够耐下心来对付这么琐碎细小的事情。啊，基本上拼好了，就差最后一点了。哎，还蛮可爱的嘛，姐姐你也让我拼一下嘛。才不要呢。有什么嘛，两个人一起拼的话可以早点完成，让我来帮你吧。不用你帮忙，我也可以拼好的。这幅拼图我想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拼，因为我喜欢拼图。小气鬼，又不会有什么损失。你要是那么想拼，自己去买好了。哎，姐姐你能过来一下吗？好的。绝对不许碰，知道吗？知道了。这人呐，就是你越说不要动，人家就越是想动。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但其实只是你自己想拼罢了。好嘞，这一块应该放在哪里好呢？哎呀，不对嘛，是这里吗？哎呀，也不是这里，到底放在哪里好呢？这拼图可真难呢。你在干什么？我只是看看嘛。你刚才不会已经碰过他了吧？没有碰，没有碰，我保证，我完全没有碰过他。没碰就好。好了，我现在要做作业了。好险呐！待会儿一定要趁姐姐洗澡的时候把它放回去。喂，你这蠢货，你要说姐姐这么快就已经洗好澡了。不要这么冲动。是这样啊。怎么了呀？没什么。小丸子，趁浴室空着，你也快去洗澡吧。切，好不容易有机会把拼图放回去的。算了，明天也可以的。今天的午餐是咖喱。第四节课开始就闻到香味了，我的肚子一直在咕咕叫呢。洗好了。小丸子，有什么东西掉了？你怎么了？没什么事了。哎呀，糟糕，忘了把拼图放回去了。那就只能逼姐姐先回家，然后放回去了。偏偏在这种时候轮到我打扫教室。莹同学，花盆的下面也要好好擦一擦。我知道了。不快点干完回家的活。我说莹同学，你这是在干什么？快点去把扫帚拿过来。好的，实在对不起了。老天保佑，姐姐比我晚到家。我回来啦。小丸子，你有没有看到过我的拼图啊？拼图怎么啦？最后一片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昨天明明都收拾好的呀。这样啊？都
放哪儿去了呢？啊，那我也来帮姐姐一起找吧。怎么办？总不能跟姐姐说在我这里吧？有了，若无其事地扔出来，然后假装找到了。好嘞。你那里我刚刚已经找过了，没有的。是吗？那么那边呢？啊，那边也找过了。哎，这样岂不是没办法扔出来了吗？哎，发生什么事了？在找东西呀？真是的，为什么连爷爷也来了？这不是更没法扔出来了吗？到处都找了，竟然还是找不到，真的很奇怪呀。我说小丸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吗？要是你敢骗人的话，不知道，不知道。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办？怎么放回去好呢？到了这地步，也不能说出真相了。啊，怎么才能想出个好办法呢？早知道会变成这样，还不如早点道歉呢。什么声音？还回来，把我的伙伴还回来，还回来！小丸子，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啊？啊，妈妈，你真是的，为什么不叫醒我呀？我叫了你好几次了。好了，快换衣服吧。哎，裤子，我的裙子呢？啊，下摆有点开线了，要缝一下。今天你就穿这条裤子吧。可是我今天还是想穿裙子，行吗？哎呀，行了，别啰啰嗦嗦的，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好了，快点，快点。啊！老天保佑，妈妈没有注意到拼图。老天保佑，妈妈没有看口袋里面。小丸子，你怎么了？无精打采的。身体不舒服吗？要去保健室吗？没事的。裙子，妈妈，我的裙子呢？什么嘛！连句我回来了都不说。我回来了，裙子已经缝好了吗？放在你房间里了。啊，太好了，我还顺便洗了一下。洗过了。拼图呢？没有了，拼图没有了，没有，这里也没有。因为是纸做的，所以融化了吧？怎么办？糟了。小丸子，没办法了，事到如今只能重新买副拼图还给他了。只有这点钱。拜托您了，拜托您了。真让人为难啊。求求你了，老板，等我零花钱攒够了，一定会来买的。所以在那之前，请不要卖给别人，拜托您了。哎，真是让人头疼。啊，我四处碰壁，真想逃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去啊。这里是地狱的第一站。啊。我回来了，小丸子。还好妈妈在洗衣服之前发现了你裙子口袋里的这片拼图，要不然的话肯定会变得湿乎乎烂糟糟的。对不起。真是让人头疼的孩子，今天罚你不许吃点心。是。
那真是太可惜了，小丸子。今天妈妈正巧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布丁哦。布丁！第二天。这样啊，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小玉啊，要是做了坏事，还是快点承认比较好哦，要不然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报应的。对呀。啊，小妹妹。啊，是玩具店的叔叔。太好了，我往门外一看，正好看到你经过。关于昨天的那个拼图，我最后决定还是把它卖给你。像你这么喜欢拼图的客人，现在可真不多了。我想，如果卖给你的话，你一定会很珍惜它的。不用客气，小妹妹，叔叔会一直等你。在你来之前，叔叔绝对不会把它卖给别人的。那么，我等着你来哦。嘿嘿。小丸子。小丸子连做梦也想不到，这报应还在继续。他的身心都快要崩溃的七零八落了。小丸子参加急救训练。我回来了，妈妈，我从三松屋那里拿到了这个，他说让大家都要去。是什么呀？大减价还是清仓大甩卖？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我看看，哦，急救救命训练呢。哎，街道里还会搞这种训练呢。据说到了那天，会有消防队的人过来指导的。训练是要做些什么呢？是急救救命训练。什么九九九啊？不是九九九啊，是急救救命训练。是指突然有人倒下的时候，能沉着冷静救人的训练哦。为了紧急事件做准备也没有什么损失啊。紧急事件一般不会有的吧？这谁也说不准呢。打个比方说吧，喉咙被大蝠团噎住了，好痛苦啊之类的。怎么了？爷爷，吃大蝠团的时候小心一点呢。是是啊，可别一口吞下去啊。奇怪啊，难道这大蝠团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担心的不是大蝠团，是你。我觉得呢，我们家也应该有个人去学习一下比较好。爸爸，你去怎么样？让我去，可是这很麻烦。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不孝顺的话？不孝顺？我做了什么不孝顺的事情吗？暂时还没有做，但是万一出了事，对吧？那小丸子，你去不就行了吗？你的人生还长着呢，去学的话，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大人去比较好。可那天我正好有点事啊。那天我也不能去呀。我也是，我既不是大人，也没有空去。咦，又是大人又要有空，难道是我？带着一点点不安，迎来了第二天。哇，这里好热闹啊！啊，藤木和永泽也在呀、啊，冰冰和猪太郎也来了呢。哎呦，猪太郎的妈妈好像很有干劲，打扮得很漂亮呢。妈妈，会有点心吃吗？不，真不像样不。好了，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有请两位消防队员给大家讲话。各位，你们好。你们好。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在身边有人晕倒的时候如何应对。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救助倒下的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拨打119。什么嘛，那样我们不就没表现机会了吗？不是的，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的几分钟里，能不能拯救宝贵的生命，就要依靠在座的各位了。生命听上去好可怕。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害怕，但是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颗想要救人的心，就没问题了。这样啊？好嘞，我会努力的。谢谢，有你这份勇气和体贴，就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师兄，那么现在请大家两人结成一组，
妈妈，他说两个人一组，哎，加油吧。那我呢？爷爷嘛，该怎么办呢？爷爷就看孩子吧。看孩子吗？也麻烦你看一下包袱。那正好，我就和爷爷一组。嗯，是啊，爷爷和小丸子是同心协力、团结友爱的两人组嘛。也不用那么夸张，爷爷，现在临时组一下就可以了。竟然说得这么冷淡。大哥哥，我们见过，你还记得我吗？啊？哦，你是那个时候的，当时你很恐惧，现在已经不怕了吧？哦，我很想谢谢你在那天，我哎，你冷静一点。我在那天谢谢你救了我。永泽同学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呐，竟然自己说出火灾的事情。要是当时注意一点的话，就是只注意防火吗？是啊，要是处处都小心防范，也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这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你要好好的学习呀。好的，我再也不想给大家添那种麻烦了。谁都不想给大家添那样的麻烦吧。所以大哥哥，请让我和你一组。我只是负责说明的，所以这个嘛，真是的，本来想和可靠的人在一组。啊，也就是说我不可靠了。这位同学，回来回来，你就跟他一组吧。好。藤木同学，你刚刚不会是害怕的想要逃跑吧？我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不是的，是因为……解释也没用的。永泽同学，那么我们把这个人偶当作是倒下的人，先确认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然后试着和他说话。刚刚那个同学，你来试一下。我吗？真不好意思。喂，你没事吧？哎，好像没什么反应啊。那么就用再大一点的声音。那么，喂，你没事吧？接下来要向周围的人大声求救，谁来帮帮忙？妈妈！我的宝宝醒过来了。发生紧急情况了吗？孩子的妈妈，请快点。妈妈！这个小娘子呢？给她换尿布吧。应该就在包袱里。可以继续了吗？一只手按住他的额头，另一只手把他的下巴往上提。是像这样吧？是啊，这样就能保证气管内的空气流通。接着耳朵靠近他的嘴巴旁边，用10秒左右的时间确定一下他有没有呼吸。是什么都听不见，他没有呼吸了。不好了，你振作点。丸子，快点打119。好逼真的演技呀、啊！你怎么这么悠闲呢？有人倒下了，还不快点救他？这只是个人偶，爷爷。那个，我们要不休息一下吧？不用了，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这里请交给我们吧，请您到那边去。好的。妈妈，我饿了不？你就不能安静点吗不？如果遇到既没有呼吸、心脏也不跳动的情况，就要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紧紧捏住鼻子，把自己的嘴对着对方的嘴往里吹气。接吻吗？不用直接，请用这张嘴膜。哦，就像隔着玻璃接吻啊！年轻时候看到电影里有这样的情景，我就心砰砰的跳，真是好浪漫呐、啊。请你把口红擦掉。你说完了不？喂，我说猪太郎，你妈妈为什么要涂口红来呀、啊？我也不知道不。夫人，你简直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啊！好讨厌，你又在讽刺我了不？玛丽莲梦露可是很性感的。还是饶了大家吧。各位，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认真做才行啊！是呀，在这里不好好学习的话，
可是救不了人命的呀。嗯，说的对。那么我们两个来为大家做示范，两个人当中一个负责输送空气，像这样吹两次，另一个像这样对心脏进行按压。拯救生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今天辛苦爷爷和小丸子了。已经学得很完美了。嗯，问什么都可以哦。小丸子，你不会已经忘记了吧？没关系，三松屋老板把今天教的内容都给我们写下来了。啊，没想到还要做心脏按压啊。嗯，就是按这幅画上红点的地方哦。心脏按压的位置是在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按小孩子的话就用单手，按成人的话就用双手。像这样，一二三四，呼呼，就像这样吹气。要利用上半身的体重进行按压哦。爷爷和小丸子亲身体验过，真是让人放心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下次我也去参加训练。嗯，那很好。小丸子，你干什么呀？你乖乖坐着别动。你要干什么呀，小丸子？啊，听得见呐，我能够听到扑通扑通的心跳。那当然了，人活着就有心跳嘛。好温暖呐，活着真是了不起呀。活着真好啊，好开心的。心跳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小丸子稍稍体会到了活着的喜悦和生命的可贵。期盼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了，大野同学他们说要骑自行车去寻找八川的源头，可看看我，啊，没有任何活动，只能待在家里。哦，全家一起去旅行，这是真的吗？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梦想全家去旅行和八川的水从哪里来的，敬请期待哟。